收录着乐安东对景颇族风土民情的观察。宅瓦语语法和词典在2002年最终定版成书。汉藏语系的千张面孔中，景颇族的宅瓦语伴随着一个支系民族的生活细节系统呈现，从汉语到宅瓦语，从荷兰的莱顿大学到北京外国语大学。 乐安东把20年的青春轨迹引向了西南边陲的滇缅腹地。Ik heb gehoord dat de meesten moet nog wat dingen uitleggen over de laatste gangen. Nou, we doen先撤吧。 我阿姊阿妹去攞米糊吧，好卖，bằng tay去店攞貓賣。阿姊阿妹拿去賣木屑。也是油画棒吗？是，36。就是看看这张是什么。 螺旋，你在脑子里有一个螺旋，从小到大。 你可以想一个在心里的螺旋。我现在要给你们画画，努力一下，都想一下他肚子里现在很舒服啊。啊，这样的。我满意。这里面。 这张肚皮上的螺旋似乎在吸引我们认识了一个民族。我们不但可以看到这一层层热烈张扬的色彩，而且在一圈圈的盘旋中，仿佛可以触摸到这个民族的血缘。这些天生把身体当作画布的作品中，散发着花香，散发着泥土的清新，似乎还带着几分灿烂的青春。一回北京，我基本上就是宅男。对乐安东来说，那段浸染在滇缅边境的文化中的生活，那段呼吸过化外之地蛮荒又清新空气的多彩人生经历，或许正是他心目中最美好的一块心灵圣地。他不时地用画笔和音乐来组合起自己对那段生活的美好记忆，拼一剂独特的艺术药方，感受着独特的文化环境中一系列奇妙的化学反应。说看不懂我画的到底是什么，那看画又不是看报纸。来到中国，就从云南德宏开始了她人生的一段全新旅程。到了2007年的秋天，北京女孩李阳的出现，让乐安东又多了一个情定景颇的理由。这一次，他们决定要回德宏定居了。于是，他们两个共同开展实施了一个关于景颇儿童教育的公益项目——榕树根。孩子其实有时候他们比城里的孩子要优越，就是他们的环境离大自然很近，他们有天然的艺术天赋。我们觉得其实从艺术教育开始是一个捷径，是一个达到实现教育公平的一个捷径。就是这里的孩子，你让他去长大了去学什么金融什么那些跟生活没有关系的，也很难出人头地，很难就说实现一个跨越和超越，跟城里的孩子达到一个起跑线。每次看到在寨子里面，他们都是家里的宝贝女儿，然后一到城市里面去打工，做最低级的工种，比如说做清洁工啊，做一些家政、餐厅服务，还遇到有的男孩子去做玉石的打磨，那个玉石的粉末都对吸进肺里，没有口罩的保护，对身体伤害很大。然后有的孩子说，有些孩子说去喷漆，漆是有毒的，他的眼睛不停地流眼泪，然后就觉得就成了一个城市的边缘人物，没有人关注他们，然后觉得特别，心里特别难受，让人觉得。所以我们在这做的时候，我们做活动特别强调把一个概念贯穿始终，就是说自信，你跟他们一样优秀。而且我们每次做活动就是想请他们的父母来，一定要叫他们的父母放下手里的农活，放下做饭各种的家务，要来学校看他们做出来的画，就是让他们知道你们的孩子那么棒，或者催他们去打工，不让他们念书，他们都是那么棒。我觉得远处看他这个笑容啊，他眼睛憋的鼻子还有嘴，就像个大脸。而且他们学的有时候考试考得不好，不是他们的问题，因为这里的孩子环境很特殊，他们是双语，母语是傣外语，他又能用汉语去学习，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挑战的事情。黄诺，对对，你看这。好看得很，是吧？对，很多颜色的，你看吧。我们在中国云南省德宏州芒市，就是以前的泸溪市吉祥乡营盘村的那个营盘小学。景颇族叫我葛布刚胖，一边教书一边出去找老人呢，那个收集故事，找孩子们能够听懂的比较传统的知识啊。当好么是上当么教王八。 马红接咗落啦，我噶落我就唔用當彎幫埋啲。有噶，我怎麼能卡好過咧？我先，我去阿姐阿我爺阿伯娘後種到咧。哪噶？ 老虎的歌声美妙而动听，兔子看到树上有一只正在午睡的蟒蛇，于是悄悄地把它们的尾巴缠在了一起。愤怒的蟒蛇朝着老虎的喉咙一口咬了下去，就这样，老虎的嗓子变成了今天我们听到的这样低沉而又沙哑。 2008年，乐安东在雷弄寨子也种下了一棵榕树根。他希望教育就可以同美丽的大榕树的气生根一样，落地生根，无限延展，独木成林。乐安东的榕树根项目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共鸣。2010年，荷兰著名儿童文学家、舞台表演艺术家 Harriet Van Rieck 来到云南省德宏州的营盘小学。 带着孩子们用竹子和蕉叶来制作木偶道具，把景颇传统的老虎和兔子的故事排演成木偶戏，为口头文化的流传引入了全新的艺术形式。这些事情我们都可以做，还得主要靠自己。不能说没有钱我们就不开始。你们聊着，我先撤了啊。 我现在在北京，但我觉得要做这个项目，我就要做榕树的根；要做这个根，我就要回到那片土地。20年了，我走过这么多的景颇寨子，看到了很大的变化。有很多孩子长大了，就出去打工了，他们不一定能找到什么好工作。 倒是离自己民族的文化越来越远了。这面就是缅甸，这边就是中国。因为这里生活在边境上，毒品、艾滋病，这里还蛮多的。我也是可以做像一个桥一样的那个作用。桥有时候有两方面，一方面是有好处，互相交流的机会多了；还有不好的一方面，就是不好的东西也变得容易了。 我从他们学到这么多，所以我也想看看怎么能帮助他们，我能起什么作用？对我现在就不是为了研究语言了，要是能变成半个景颇族，或者比半个还多一点儿，会怎么样？我应该能起一个作用。有毛吗？是。 蹦个女追来路，是蹦嘛不动个命多来路，再也有毛路闹嚷。慢慢的在消失，这个问题也挺严重的。他们父母小的时候老听到的一些故事，现在的小孩就已经听不懂了。我们想办法保留这些文化，让现在的孩子发现自己的民族还是很有特点。在一个烈日炎炎的午后。 老虎在树荫下乘凉，他哪里知道他占了兔子的领地？愤怒的兔子就用弹弓使劲地打他，可惜乐极生悲，一个踉跄，不小心掉进了脚边的山洞里。见天空突然乌云密布，于是他拼命地喊：“你快躲进洞里来！”傻乎乎的老虎竟然相信了兔子，一个纵身跳进了洞里。 跌落到洞底的老虎浑身酸痛，可狡猾的兔子怎么能就这样放过它呢？兔子使劲地拽着老虎的尾巴，弄得老虎更疼了。老虎使出浑身的力气，拼命一甩，就这样，兔子被老虎甩出了洞外，还不肯罢休。它朝洞里丢了一把火，于是老虎身上被烧得黑一块、黄一块，成了这副模样。你们以前听过吗？没有。 就像那啊，搬起表白个还忙个，我让你老俺们现在这就像带一个棍嘛，我啦啊搬带嘛苗的嘛坑的嘛嘛。那嘛叫我呢，俺们汤平我是古巴拉，我对阿罗也是古巴拉。他们家那个咯，汤平俺们保守土啦，是不我无阿哥。他在摇曳的木板上。 抓着连接滇缅的柔韧绳缆，来来往往的脚步沉淀入不息的陇川江水中。还有随时间累积的文化想象，边陲景颇的文化清单说不定比这桥还要长，而乐安东却早已融入了这桥中的一条缆、一块板。